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制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十号在珠江口盆地深水海域完成海上安装，它集原油生产、存储、外输等功能于一体，最大储油量达到6万吨，投产以后每天能够处理大约5600吨原油。